来跟身旁的市民一起来进行交谈，还有民众呢，过往的民众来跟蔡英文总统来打招呼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一般的民众，其实他们手上也就是拿着这个中选会的这个投票，要来到投票所来进行正式的选票。去这个圈票处，我们有捕捉到他进去圈票处的这个画面了。好，相当多的媒体，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圈，相当多的媒体哦，希望能够捕捉到蔡文总统投票的画面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蔡文总统来步出这个圈票处，拿着他的选票。而且他还礼让给这个民众哦，让他们可以先投。媒体朋友哦，今天是投票日，那今天天气非常好，我们希望我们全体的国民，我们的公民都出来投票啊，行使自己的权利，让台湾的民主更强大。那我也希望今天整个投票的过程能够顺利。那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手机上电视了，总统挥挥手，你上电视了，你有先见。